是07测控的荣耀。我叫贾浩衍，来自经营学院08级测控一班。我是88计算机和92经营系研究生乔晶元。我是85光电子的董学文。我叫薇薇，来自经营学院08级电科一班。我是85光电子的韩立。我是蔡尔泰，来自08级经营学院信息工程专业。我是07光电的刘小军。我是811的刘文辉。我是96级测控的丁胜。我是85光电子的薛猛。我是2000信息工程的郑坤。我是82经仪的吉贵军。我是87经仪专业的孟清伟。我是经仪欧丽丹。来自硅谷的中国实事求是的尊尊教诲。祝母校年年好礼，岁岁芬芳。08经仪校友，恭祝母校华诞！我们在硅谷思念你。不知蓬香公寓还喊电吗？不知学武食堂尚能饭否？不知明德道上海棠开了吗？我们是硅谷经仪人，祝母校生日快乐！